2017年京剧专场了。我是海洋，我和我的搭档天普非常荣幸为大家主持今天的节目。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Peking Opera Show. Today's performance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New York City Chinese Opera Society. My name is Tian Pu. My partner Lin and I will be your masters of ceremony today, and it gives us great pleasure to host the show for you. 我们要特别感谢法拉盛图书馆对青年梨园社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纽约市文化部和双新桥新人基金会对我们演出的大力支持。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Queen's Library at Flushing for their warm support of the New York Chinese Opera Society.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New York City Culture, Ministry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huangxin Cao Private Foundation for their generous endorsement of today's event. 在演出开始之前，我想提醒大家，请不要使用闪光灯摄影，并且请关闭您的手机。Please kindly silence your cell phones.And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flashlights when taking photographs. But at the same time, for Peking Opera's theatrical tradi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lap your hands and cheer out for the artists at appropriate junctures. 同时，由于京剧演出的传统呢，欢迎大家在演出精彩处大声的叫好和鼓掌。那么今天的演出将由清唱和折子戏两部分所组成，都将由梨园社的优秀成员、资深票友和专业老师为大家呈现。首先呢，我们来简要介绍一下乐队的主要成员。鼓师田刚，以金胡于念博，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吧。首先第一个节目是由王心愿、杨宁宁、王颖之和丁瑞长共同为大家带来《苏三起解》当中的唱段《忽听得唤苏三，魂飞魄散》，有请。
感谢几位演员的精彩演出，下面请欣赏由黄善然为您带来的诗阶亭选段《两国交锋龙虎斗》，请欣赏。Oh!
下面请欣赏《乌盆记》选段《老丈不必胆怕惊》，表演者周慧丽，请欣赏。许乐平扮演，家人由夏杰扮演，敬请欣赏。Thank you.
我在前街走，他在后街转，二人见了面，他说腰里头没钱不方便，咱们改日再改，咱们改日再见。的事情，我也曾对你言讲，好
蔡大老爷又偏飘回文，算清路边两一通，八环里的脸板前就是。二爷，话是这么个说法，那么这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给您批条回文呢？你就等他一天。一天不算什么，那么他要是一个月都不给您批条回文呢？你就等他一个月呀。哼，个月即成的，好等。那么他要是一年都不给您批条回文呢？你就等他一年。好说，他要是一辈子都不给您批条回文呢？这一辈子呀，啊，你就等他一辈子。我就知道没有这句，您看我这等得了吗？哎呀，你说这人该钱不还。这么着吧，二爷，有句话说得好，人吃五谷杂粮可没有不生病。那么您要是死在我这店里头，又当如何呢？怎么，我若死在你这店中吗？啊，店之多。二爷。秦琼秦氏胞之母，那时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是啊，发财了嘛，怎么也得捯饬捯饬啊。你必须头戴马冠，身穿重孝，腰系马鞭子，手持扶桑棒，你吃饼的时节与我摔过桑盆，那时节你在大大的请他一个份子，你岂不是发了财？二爷，照你这么一说，那我不成了你的儿子了吗？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巴结不上了。哎呦，您瞧，哎，该钱不给，他还拐着弯的骂人，干脆呀、啊。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怎么，你要剥我？你还别上口，我是说扒就扒。你给我脱下来吧。别别别别别，不用的奴才。哎呀，你这得亏是病着呀，你这好了谁扛得住你？哎呀，您瞧这人，该钱不给，出口伤人，我还打不过你。干脆我呀，我出去，我给他显教，我呀，我羞臊你的面皮，任凭你没羞没臊。我说街坊邻舍，山东好汉秦琼住在我们店里，不给钱他还问了。你怎么个意思？连之东，我要先交，我有撤回呀。哦，该钱不给嘛，你还要拆毁？啊、撤回之货呀。撤毁之货，那咱们里边说去。有什么撤毁？您说吧。草头之上有匹黄骠战马，田之东拉到厂家去买，买了银钱。换你的点半钱就是。二爷，您说您那匹马呀，瘦的四根棒支着，插根羊蜡能当马蹬了，谁呀
货卖于十家。哦，您的东西嘛，货卖于十家。便知道二爷，
身无二色，遍体无杂毛。用日护雷暴，压死浪里蛟。是好吗？只是镖头受了些，临操了不佳呀，也是有理。此事不是家话之所，你我点房一叙啊，请。听兄台讲话。我想此池人士，真不是此池人士，哪里人士？山东历城县人士。山东历城县某有你好友，兄台颇知。有名便知，无名应不晓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是哪一家。心清民穷。字叔宝，贫穷。此人落魄的紧呐。天有阴晴，人有穷富，但将无妨。在下便是贫穷。你就是秦二爷，难秦二公爷大的秦二爷。兄台哪里人士？我乃二贤庄。二贤庄有一家好友，兄台可知？但不知是哪一家。姓山名通，字雄心。怎么，小弟就是山雄心？哦，你就是山二爷？哦，来。好汉弟兄，只因天气炎热，中途误伤，损伤了一名财大老爷，不与我披飘回文，故而困苦至此。真有苦难，待小弟修拾一封，下到太知府那里，叫他即发披飘回文，也就是了。多谢贤弟。二伯，伯母受难之日，小弟礼物可曾收到？礼甚多，但不知打从哪道而来。打从哪户？收下了，当面谢过。启禀二员外，大事不好！国事惊慌，今有大员外在临潼山被唐李渊一箭射死。阿雅不好了。贤弟，天气炎热，就该起早班时回来。本当班时回来，怎奈华夏无有坐骑，也是枉然。二员外，您看这儿不是有匹马吗？秦二爷的马焉能成骑？贤弟是哪里话来？有道是乘匹马一请求，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而此岂得的？岂得的？哦，当面谢过。
马来。耳朵前往历城县汴梁。道路贫穷，无有好朋友，这善儿员外不是我的好朋友吗？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哈哈，这才是你的好朋友。好朋友什么好朋友？朋友说什么朋友？你听我告诉你，你还不知道，他姓单，叫单雄信，是本地坐地分赃的响马头儿。你的马让他拐去了，这还是你的好朋友呢。就是啊，他不是他还是谁呀？您的两根铜棒棒啊，当空上嘛，短一点，当
穷闲不要啊。你不懂啊，货卖于十家呀。得嘞，您的东西都货卖于十家。回来啊，我给你拿，你等着。Thank you.
刚刚您看到的是这个折子戏卖马啊，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武家坡，其中薛平贵由李德新扮演，王宝钏由徐小文扮演，请欣赏。Thank you.
常是抱拓。抱拓。任知日月来你不凑去啊。怎么灯塔破雪弯彩。如今呢未断寒窑取月啊。俺老大嫂传唤一声，就是他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他亲自前来接去。日月请稍等，有老了王三姐，你丈夫托人难来，万金家事叫你破去Thank you.
二栋豪门，俊杰请稍待一面，我要提旨。像我二父立家一世大灾，今日才有实心回来，本当向天接去，怎奈深山难离，若不向天，这实心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吃？是吗？
话，也不知道交朋友啊。今哪，说坏了，在外面交了对方也有名，美丽、气魄、巧都无所不为。为君的不怕大嫂笑话，乃是个平凡出身。积攒了几两银钱，都借与他赔马了。这就不对了。怎么不对呀？我那新郎已是个贫寒出身，从不晓得花费银钱的。薛大哥啊，薛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我凭他吃什么？
位的精彩表演，谢谢薛平贵、王宝川。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出折子戏了，著名的《霸王别姬》。虞姬由叶伯涵扮演，项羽由吕维忠扮演，马童由王童扮演，老君由夏桀、高原扮演，敬请欣赏。Thank you.
说伙计啊，伙计，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什么呀？这四面的歌声怎么跟咱们家乡是一个腔调啊？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明白了啊，一定是那刘邦已得了楚地，招来的兵都是咱们的乡亲，所以呀，他们的歌声跟咱们家乡的腔调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啊？是啊。哎，我说伙计，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咱们大王天天除了饮酒以外是一点主意也没有啊。谁说不是呢？咱们大王爷刚愎自用，目不识人，不信那李左车引狼入室啊，现在被困在这垓下，天天的盼着楚兵来救，可现在刘邦得了楚地，这后援算是断绝了呀，你说这该怎么办呢？哎，伙计，哎，我有一主意。您说。要我说呀，咱们散了得了。哎，小声点，小声点。咱们大王爷遵纪森严，被他听见了可不得了。是是，咱们呢寻经去吧。去吧去吧去。去矣。
边埋伏，将孤困在垓下，有何见面？再见江东父老，安大非此大。暗讲起来，是你我分别之人了。
Thank you.